麦地拉希米来乌乌麦汉，古圣人依然大同乡。今那是二三案韩西噶个白地的案古鲁，个开的案希米来乌乌麦汉，农树木不奥噶个会。来蒙沙布西奥多蒂那罗麦西布勒，古圣个白地的案努个麦伊耶，个班然难农古米达个乌乌麦个会。希米马沙拉拉恩努个慢慢那吉是来古古，晒阿桑古木沙，安巴斯盖达那汉希米个白地的。安是丹包，伊尼古山个金纳斯阿桑安，该的来阿桑农巴歪个伊马哈湾，海大个个迪个哈湾。古伦道他能够做一个这一个适当的一些开发，然后配合我们部落现在做的农村再生，带动部落的整个生态产业的发展，或者是促进部落的就地再业，那或者是将来对部落的一些生计。那对生活的提升呢有很大的帮助。这条林道其实部落也没有很多人在走，大概都是猎人嘛，啊，但是我们知道这边有非常多的生态资源跟林业，或者是还有非常多特殊的生态这样子，然后所以我们希望也能够让很多人看到，但是还是以不破坏环境为前提。那个宜兰县都一样。古民话也是，古民一道，伊尼人阿桑噶个班班人，伊啥人阿伊拉是哈伊拉，个顶巴的岸那个宜兰县是林聪贤，莫伊尼人韩西，麦拉荣奥噶个顶尼个古古人，麦地达伊尼人个白地的岸古鲁，是阿古木沙。古民话也是，伊拉哈伊尼人阿桑，该的来个白地的岸，海大噶个地个好玩。希望能够针对泰雅文化当中几个重要的事情，除了部落乡亲关心的这些文化传承以外，我们希望把过去这些古道就是泰雅山境或者是狩猎的这个山境啊，慢慢从我们要推动生态旅游的过程里面，慢慢把它恢复建制起来。我想我们会开始做整合型的计划来帮忙。门比拉是尼古山巴有神有名哈里拉，伊玛希乌瓦是尼个白地的岸，奥海个个班达南。沙伊萨索，麦纳阿托马是尼古山比那个个个包个岸，努个杜伊亚。达伊达是尼古山来个白地的岸古鲁，该达是尼来阿桑。诺纳吉达恩是尼个乌玛，希达来阿桑巴海达伊拉个个迪个哈万。你乌该阿托比那多罗多尔。